套现之前，我们需要先在这个线的前端打一个死结，然后才可以挂在这个抛线装置上面。死结打好以后，我们取1米左右的长度，在这个绳子的中部，我们打一个活结，然后再绑到瓶子上面，保证这个瓶子不会掉下去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结我们现在慢动作再来一次。结打好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结套在瓶子的顶部，拉紧就 OK 了。好，现在瓶子绑好以后呢，我们就需要将这个之前我们打的这个死结这个扣，把它挂在这个套现装置上面。然后我们首先先将这个套现装置打开，然后将扣放在这里，然后关闭，好，这样就绑好了。挂到脱线装置上面以后，我们需要将这个牵引绳在地上像这样多留一点出来，这样飞机在起飞的时候才不会很吃力。如果起飞高度越高，可以尽量的多留一点出来。现在起飞，上升到一定高度以后，然后再往前走，到了指定的位置以后，然后可以抛线，拨动这个 C 开关。